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你赛听歌的台语，我是丽莎。咱今仔日要来看的歌词是《今仔两个搁爱你一摆》。这首歌写出了现代查甫人面对家己心爱的查甫人要和别人结婚，家己心内真正的心情。咱即马就做伙来看这首歌的歌词。妈妈 TV 过了阴暗，要和别人结婚，听讲你已经有别人的子孙，结果嘛是行到最后一步。这是你有翁，我也未有某。想起彼时，你是歹甲有春。拄着我是你好命的天分，结果嘛是行到最后一步，就是回头走，卖搁再耽误。唔知你是伫倒位，我想要听你温柔的声音。以后我会当作唔捌你，无咱的过去。那是迄天是我来牵起你的手，定唔是今嘛是伊来完成你的要求。那是迄天是我对爱情无小娘，你敢会回来做伙的所在？我爱你无问题，问题是你毋是我的。我有影毋知好歹，想要搁爱你一摆，搁爱你一摆。过了阴暗，要和别人结婚，听讲你已经有别人的子孙，结果嘛是行到最后一步，就是你有翁，我也未有某。阴暗就是今仔日暗时。啊，子孙就是你的后代，亲像你的囡仔甲孙，就拢是你的子孙。好，安尼过了阴暗，要和别人结婚，听讲你已经有别人的子孙，结果嘛是行到最后一步，就是你有翁，我也未有某。这几句歌词就是咧讲一个查甫人知影伊真正的爱人要结婚啊，而且对方已经有别人的囡仔，伊总算是面对现实，知影因两个人的关系就到这为止，因两个人无法度搁做伙嘛，无法度结做连理啊。想起彼时，你是歹到有春，拄着我也是你好命的天分，结果嘛是行到最后一步，就是月头走，卖搁再耽误。歹有几啦种意思啦，一种就是无好的意思，亲像咱拢教囡仔唔通去做歹代志。另外，这个歹搁有害气的意思，亲像咱讲电视歹气、冷气歹气、头壳歹气。另外，嘛会当用来讲一个人对人的态度足无客气、足歹的，亲像有一个人对你讲话就足无客气的。你就会当讲无你是咧歹啥。另外，这个歹搁有困难的意思，亲像这条路真歹行，这个字真歹写，这本册真歹吹。好，啊，春就是用无了的意思，亲像我的地沟春一点点啊地。饼春一包年，啊，午春就是靠掉需要的部分留落来。亲像下暗我要洗碗的时阵，看到桌顶搁有菜，我就会甲阮阿母讲，阿母桌顶的菜搁有春呢，你要食食的也是冰起来。另外，有春也可以用来讲就安怎，亲像伊甲伊好甲有春，意思就是讲因两个就麻吉的。好啊，月头就是甲头月过去边啊的意思，亲像月头看。好，安尼想起彼时你是歹到有春，拄着我是你好命的天分，结果嘛是行到最后一步，就是月头走，卖搁再耽误。这几句歌词就是在讲查甫人开始咧回忆两个人的过去，伊想起伊的女朋友进前真正是歹到有春。意思应该就是咧讲，伊个女朋友的脾气就无好个，干那伊有法度包容伊尔。唔过两个人最后嘛是行到分手这步，放对方耍，卖个互相耽误啊。唔知你是伫倒位，我想要听你温柔的声音。以后我会当作唔捌你，无咱的过去。捌就是知影、熟悉的意思，亲像我讲我唔捌你，就是我无熟悉你，唔知影你是啥个意思。好，安尼，唔知你是伫倒位，我想要听你温柔的声音。以后我会当作唔捌你，无咱的过去。即几句歌词就是在讲，虽然伊想要搁甲伊见面听伊的声音，唔过人就要结婚啊，所以为着伊好，后摆若是搁拄着伊，就会当作两个人无熟悉。若是迄天是我来牵起你的手，并毋是即卖是伊来完成你的要求。若是迄天是我对爱情无小娘，你敢会回来做伙的所在？即几句歌词就是在讲查甫人开始在后悔啊，
伊想，若是当初因有结婚，即马伊特别是属于另外一个查甫人个呀。伊阁想，若是当初因无分手，即马伊是毋是也会伫伊个身躯边？我爱你无问题，问题是你毋是我个，我有影毋知好歹，想要阁爱你一摆，阁爱你一摆。即几句歌词就是咧讲查甫人开始面对现实，虽然伊个心肝内也是爱伊个，毋过伊嘛知影伊已经毋是伊个呀。虽然伊知影安尼唔对，唔过嘛是想要阁爱伊一摆。好，安尼大家拢有了解这首歌的意思啊吼。安尼，咱就来复习头前的一挂词。阴暗，阴暗是今仔日暗时的意思。我阴暗要去洗胸垫。子孙，子孙是你的后代，亲像你的囡仔甲孙。你真好命，子孙拢足友好的。歹歹有无好害气态度无好困难的意思，咱人歹代志着唔通做。春春是无用料的意思，我的地沟内底春一点点啊地。午春午春是扣掉需要的部分留落来，阁有足安奈的意思。小明甲小华两个人好到有春，月头，月头就是甲头月过去边仔的意思。伊一生气，月头就做伊走啊。捌，捌是知影、熟悉的意思。你是谁？我敢捌你。好，以上就是今仔两个搁爱你一摆的歌词介绍。伊唔呐，歌词写了好，歌好听 ，MV 阁照好看，也未看过、听过的人赶紧去看哦。我是你啥？今仔影片就到这，若是喜欢影片话咧，我会把市场阁来分享出去。也未电话观众朋友买袂，即把市只电话呢，甲 Pop Bia 新灵动安尼开始上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买袂，即你先会员制度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你啥嘛 ，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甲 follow 起一下赞。好，安尼啦，后一个节目再会。